人啊，等脑部受到重创之后，难免会产生一些精神方面的症状，比如说像是放屁或是幻觉。干嘛啊？你知道吗？阴阳眼有人是天生看得到，有人是后天才看到，它其实就是一种，就是一种频率。趁这个机会离开吧，你爸又不喜欢走这条路。好，现在我爸死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他唯一的儿子，你不接谁接啊？我接不接干你什么事啊？这种案子，这种年纪没那么复杂了。有没有那么复杂？他会告诉我。现在规矩我会教你。你这样我会被做几刀，好不好？我不是自杀的吧？你去找会通灵的人啦、啊！我爸死了，我也很衰，我帮不了你的。我不相信灵魂学，因为我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。他们来找你一定有他的原因，听听看他们要说什么吧。就算我能够再看到，这么扯的事情谁会相信？我相信你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还有，你要相信那些相信你的人。谁到底是谁杀了你？